像他 Rose 妈妈大家好，嗯，我是韩国人，很厉害，好大啦，好大啦，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哎，我人长得漂亮，好像台湾妈妈想。嗨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新北板桥，然后我打算去很久的美容院，因为我之前看过 Netflix 花灯初上，我觉得他们的造型真的很特别，所以今天我要试试看台湾的老旧的头发造型。Let's go！ 大家是周边，哒哒哒哒，真的看起来很旧。我现在进去，所以是韩国人啊、哦，我是韩国人。他要那个花灯初上，赶快你去读啊呢。好更让你喜欢我们。这个就上次这炉子妈妈，而且韩国人也来这里吗？没有，有日本人呐、啊，美国人、啊。哦，那我是第一次。韩国人是第一次。啊，大陆也有很多人来这。哦。他们真的很认真。啊。希望世界平安呐、啊，不要有战争。个人阿姨说，韩国的房价很高。这个他。会比较贵，嗯，看他哪一边先吹哦。我觉得右边，这也是刚染头发而已，每天都在。哦，对，今天我要好像他，这个是 Rose 妈妈，苦瓜茶。哦，谢谢，嗯、小心烫哦、啊。谢谢。好喝，我第一次看过，嗯，哇。这个好像玉米须，我去韩国美容院，然后没看到这个，真的？嗯，台湾人要做造型，把它变蓬都是用这个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哇，谢谢！母亲节快乐！母亲节快乐！哇，老板给我，谢谢，很感动，很帅。我是那个有去韩国玩的。谁？他。哎，안녕하세요。还有一句啊，买东西要搭这个比赛哦。很贵，比赛哦。哦，哦，比赛哦。台语也好难哦。哦，对，来大家好，嗯，我是韩国人。很厉害。那个好大啦，好大啦。我在四大学六个月，哦，之前，嗯，我在拿一套那个我当媒人婆的衣服给你穿，这个我的小孩子四个月穿的衣服。哇，那我可以等一下穿吗？哦，你看，给你穿，这个他长大了，我还是这个还是在，还是在，你看衣服哦，他是你的儿子，他是我儿子啊，哦，对。啊，这个是四个月，啊，四个月，四个月，哈，一样的衣服，我拿过来，我还拿， okay, 谢谢，我还拿一套那个我当媒人的礼服给你穿，不敢吃的台湾美食，臭豆腐，真的，外国人好像对我们臭豆腐的那个、很臭，我先换衣服，大家，这个是老板的衣服，老板，这个。这也像拿灯出场啊！老板娘生产的，哎，送你也没关系，这件送你啊，没有，没有，他现在没有在穿的啊，真的吗？好好看哦！不要假了，不要假了，好瘦哦！对啊，这个亮晶晶，你看那么多颜色，你要什么颜色都买有，你看哦。那我希望这个。这个红色的哦，这个在头发，头发是。他穿这套当媒人婆，媒人婆。他第一次借人家这套，哦、谢谢，多想。巴嘎里贡，你看这样皮会更美，有没有？因为你有化了，再给你加强。还要做到88岁。88岁，该画蓝色。你敢吗？没关系，没事，可以。这个 OK。对。
OK 哈、哦、OK 看到这只是蓝色的，哇，还没好，还没好，你不是要大胆一点吗？没关系啊，哇哇，好不够，嗯，你要不要算？算。那你就躺着。啊，这里这样。躺着，对对对对。这样。这样这样比较好，话比较不会酸，好不好？嗯。韩国没有妈妈桑。有妈妈桑。躺得漂亮。会躺看。很漂亮。真的很漂亮哎。我人长得漂亮。好像台湾妈妈桑。对，生意才会好啊。小姐多，生意才会好啊。我有一次经过我们那边，他很喜欢他们家的小姐。美，好美，好美，谢谢。对。哦，好，真的。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台湾。哇，谢谢。好，希望他们大家都赚大钱。好，好，拜拜拜拜，谢谢。因为台湾母亲节要到了，所以老板给我蛋糕。然后他们真的很客气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真的很客气，大家我有一点害羞。现在别人看我，但是没关系，这个是很特别。真真。我现在台湾妈妈想 check up check up。23岁韩国啦啦队女神李多惠加入了天女孩后，每回现身总掀起讨论热度。李多惠于本周再度抵台应援，果然20日桃园对兄弟的比赛又引发轰动。只见她即兴大跳网路性感神曲 Cocaine， 首度重现在韩国让她爆红的性感多惠摇。李多惠7岁开始学舞，在南韩就因为身材和舞蹈超顶，元气旺到被球队嫌抢走球员风采，只能离开。也因此，他在台湾登场，让所有人都期待他的舞技。只见他除了对着观众席扭腰摆臀，搭配似摸火辣身材的动作，表情散发出甜美气质，却又性感惹火，让其他乐天女孩全跪下狂尖叫，在旁边看他 solo。Thank you.